是咱何记主队长辛苦你们的介绍哈，感恩。啊，再来陈美元师姐哈，新接任哈，感恩。好，那主前辈轮婚事师兄，还有我们的何记主队，啊，感恩。师父真感恩，看到诸清的菩萨，尤其是仁医会菩萨，黄博士医师呢是真早上早哈，当我的华人呐，第一个这个义诊所开始，伊都一直保留，一直接落来呢。洪医师啦，叶医师啦，还有好几位哈的医师医王们哈，都是呢一直一直投入慈济。慈济呢，就是一群呐、啊、菩萨，有仁医菩萨，有企业界菩萨，也有呢所有哈、哦、长期呀、啊、婆婆妈妈的。从少年一直到现在的很资深的菩萨，一路走过来，我真的感觉哈，我真有福，会当甲这么侪人结这好的缘哈，有恁大家人嘛，才有资质一路行过来，会当一路行过来呢，啊，会当讲哈，在全球慈济人呐、啊。向着台湾的瓷器人看齐，他们也很精进，他们呢也是很付出，虽然每一天呐、啊，这几乎的话哈，面对着大家人，大家人呢真正的很用心呐、啊，一年365天呐、啊，一天哈、哦。不知分享的多少次了，大家心的分享真的是很感恩。今年我们唯一的一次义诊就是大家盼望的8月14号一个脊髓损伤的义诊，这些那个脊髓损伤的一个病人呢，平常就是因为就医不方便，很多伤友他们变成有一些慢性的疾病，也没办法去做适当的治疗。那刚好有林董事长，他每年都会为这些伤友呢，那给他做义诊啊，还有那个寻求个医疗途径、医疗的管道啊。召集人叶医师他就那个马上去呼吁很多位医师，那么呼吁了总共有11个科目哈、啊。那么就这样子，我们就开始筹划，开始进行啊。那为了说要让整个我们义诊活动能够很顺畅，那么我们就那个设定说以1对1的陪伴哈，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志工，每一位伤友就由一位我们的志工来陪伴，从头陪伴到尾哈，所以就这样子，我们的也让伤友觉得说哎非常的温馨。最感恩的就是当牙科要诊疗的时候，总务职工他就去设计了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固定之后，能够把轮椅就推到这个架子上面呢，轮椅变成半躺着，然后我们的总务职工还很贴心的会在脚部那个地方帮忙把整个轮椅把它固定好哈、哦，所以这样子就能够让那个整个诊疗非常顺畅哈、哦。牙医的这个诊疗，我自己也躺上去啊、哦，觉得很舒服啊、哦。因为都是坐在自己的轮椅上，自己也很习惯，那整个的角度都调整得非常好，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创举啊、哦！那真的非常感谢整个的一个慈济这边所有的志工朋友大家的一个帮忙。那当然我们也期望接下来哈明年以至于后年，我们几乎是不是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来办。金丝堂的无障碍空间真的做得很棒，那牙科的轮椅支架跟皮箱其实是牙科的看诊的很大的一个利器、哦、就是让伤友不用就是被搬运，也不会觉得尴尬这样子麻烦别人。我本身其实是身心障碍者牙科的专科医师，在我实习那一年，我在身心障碍牙科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医师他握着病患的双手，对，那我想到在我慈亲志工队的时候啊，我看到的志工也是这样子握着病患的手陪伴他们，那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就是把我的工作延续这份感动，我觉得身障患者也是我的家人，我想要就是我不会忘记他们，那我觉得加入慈亲跟慈济影响我一生，对，我觉得让我觉得做牙医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听听各位医王们的分享，人间菩萨要安怎做，这些吼，我真感恩啊！大家人呢做的呢，真的有带动，有带动啊，也是很被看起的重点吼。所以最近我一直拢在讲，人间菩萨招生。咱也未招完哦，甲咱有缘吼，还在等待着你去接引，所以咱爱用精进来用心啦吼。那咱还搁在需要呢，不断一团团形，团形落去呢，唔是休困落来，团形啦，咱爱搁在继续陪伴，还要呢。不断的啦，不断还要再彼此鼓励哈，那好你的少年的一代啦，以打入去社会去发挥，因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功能的发挥，但是我们呐、啊，资深的哈，那我们还有未了的因缘，我们还有未了的。菩萨也是等待你去接引他，总共一句呢，人生在世啦，只要一口气伫咧，咱的价值，咱的生命绝对唔通放弃价值吼。所以啦，分分秒秒，我们都有使命感。看看我们的医师菩萨，他们呢？用生命也是在抢救生命，同时走入慈济呢，还要陪伴，所以这都是呢，我们大家庭啊，天下一家亲啊，永远永远呢，我们都是要祝福哈啊，也真期待大医王菩萨哈，那社会人间呐，这有人都有病痛。这是自然法则啊，有老都有病死哈，这拢足自然的啦。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必要，必要呢，就是陪伴人间，人间健康的人，咱那个健康教育，比如讲要安怎保持健康，咱主要就是推素，推素呢。不只是让人身健康，心理更健康，身心健康呢、啊，还可以呢，为现在的空气污染呐、啊，也可以去做解说。如何呢，让空气清新？如何让大地呢？大地会当讲减轻污染的问题，就是对人吃。假啦，所以食素为大，是假的代志，污染了一切。假为着要吃，所以呢，都爱去用，用迄个养殖业吼，啊，他伊都爱用真济的动物，啊，就是为了要供应予人的这一张口，巴肚底唔通做胸阿波。这过去师父嘛，点都是安尼伫咧讲，我们呢，真正要用清净的心，清净的心为人间付出，很自然净化环境哈，要也净化人跟人的中间呐，那污染
的是非，所以咱这大医王是为天下一切啦，咱来好好的推动，结合咱的心吼，那咱要安怎样？伫环境的清净，从人的身心开始，啊，恁拢有一套呢，可以去给健康教育吼，那还会呢更有道理吼去推素吼，我相信这是对。现在常常在讲排碳呐、啊，零碳呐、啊，要安怎排碳，还是安怎排碳？我们要把它零，无碳，好、哦，总是呢，救世、救心、救身体健康，这就是咱大家人共同的责任。